马来西亚沙巴亚庇智慧举办刺青迎新茶会，欢迎校园新生。迎新茶会已经举办22年，是慈济大家庭添丁的欢喜日。我是通过我的朋友来才知道有这个这样子的 event 的。我之前在吉隆坡的时候就有参与他们的活动。年轻人来自不同背景，彼此相约做好事，让青春不留白。发挥年轻人力量，慈青用话剧表演介绍慈济。大家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，往面子书搜索马来西亚沙巴亚庇慈济这个专业。请问慈济的创办人是谁？他是我们真言法师哦。这就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个社会团体，帮助有困难的人，帮助他们可以脱离苦难。我希望我在大学这4年里，我可以一直跟着慈济的活动，在大学生心中播下善种子，期许一起为地球及社会贡献一份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伟杰马来西亚报道。